各位同学，我们尽快就座，我们尽快就座，要准备上课了。大家平安，谢谢谢谢。我叫做 Jackie 哈，你若拄到我叫我 Jackie 就会使，千斤顶的 Jackie 啊，哦，就是 Jackie 哈，足简单嘞。英语哈好就是这，你若讲唔知影什么是 Jackie，J-A-C-K。啊，你两个唔知啊，什么都是杰，你来敢解释？又一个人呐、啊，又一个这个唔知要哪解释？所以吼、哦，英语比较简单，吼、哦，足简单嘞。咱啊，今日的课吼、哦，来讨论啊，讨论一个什么是国家啊、哦？国家吼、哦，较捌上过高级班的吼、哦，可能捌听过的课吼、哦。咱这国吼、哦，全世界观念拢同款哦，要做一个国家吼、哦。一定要有人民、哦、第二点要有土地，第三、哦、要有政府，第四、哦、要有外交权。啊，若支那这个国家吼、哦，因观念甲人较无同，因吼、哦、若要做一个国家吼、哦，只要有人民、有土地、有主权，就会使做国家。啊、哦，因古早要做国家，搁较简单。国家吼，就是伫个城墙内底，将用武器杀人灭口，安尼简单无？因你看你就会知因的文化，对吧？足简单嘛，城墙内底有无？用武器将所有的人拢杀倒，换我的人入去，安尼就会使做国家，对吧？安尼简单无？啊，那因的家呢？加日本迄个理念内底吼，安怎解释？讲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叫做家啦，听没有？厝内底拢是猪，你的亲人通通是猪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跟我说你是龙的传人，你哪一条龙？所以吼。看文字就可以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啊，它的文化简单就是在这里哦。它怎么简单？如果是一只乌龟呢，你画个乌龟就是乌龟了嘛，对不对？一座山，你画一个山，它就是山了嘛。一只小鸟，你画一只小鸟，它就是鸟了嘛。哦，所以它的文化很简单，很漂亮，但是哦很难学，对吧？看起跟它作数也。唔过吼，伊个文化拢有毒个，我大家今日吼解释一下伊个文化吼。即个威廉·乔治·凯瑟琳吼，即英国的第三号人物，阿爸呐继承人第三个就对啦。英国女王呐死，因老爸接手，啊因老爸哪个死，就即个接手，啊即个第四号人物，哎，即个。刚才张啊，今天已经做哥哥了啊。这个小王子乔治哈，伊哈还不到两岁，今天开始做哥哥了。他一听到他爸爸到中国去了哈，去中国啊，他就跑去橱柜里面要找他爸爸。为什么？因为哈 ，China 这个字哈。在国外的意思就是瓷器的意思，对不对 ？China 就是瓷器，哦，所有的外国人都知道。所以哈、哦，他一听到他妈妈说哈、哦，William 到 China 去了，乔治啊，他以为他爸爸躲到这个瓷器的柜子里面跟他玩捉迷藏，所以他到那个柜子里面去找他爸爸。找不到，他问妈妈说：“没有啊，没有在中国啊。”结果哈、哦，他去见了习近平了、哦、他去见习近平的时候，他妈妈跟他讲说到中国去了、啊、他以为中国是那个橱柜里面、哦、
所以我们要知道 China 就是除瓷器的意思，这个瓷器就是 China， China 也就是吉纳的意思，支那就是国外人都称它为支那王，就是瓷器的意思。支那这个地方它土地很大，土地很大，它有分外支那、内支那，还有南支那，就是欧亚大陆上的。欧亚大陆上还有分交扯支那、密支那，还有法属印度支那，这些都叫做支那。古时候会烧陶瓷的地方，通通叫支那啊。那个梁启超他叫做支那青年嘛，他的笔名叫支那青年。这里就是外支那、内支那、南支那、交扯支那、法属印度支那，这里还有一个密支那。在大唐帝国的时候，唐朝的时候了，印度尊称大唐帝国为大支那，印度的那个佛教徒叫他们印度叫做中国，所以佛教徒他们有一个比较中心的那个观念，就是我在的地方就是在中间，所以他们叫印度那时候叫中国。支那这个国家哈，足奇怪，甲全世界拢无共款，因为时间吼，就是皇帝遐的时间，这是时间，对不对？因为是中原标准时间嘛。北京的时间呢，甲西藏的时间是同一个时间哦。不过北京八点的时候太阳出来无偌久啊，西藏已经准备落山，所以遐时间是无共款啊。因是天朝上国，所以因的时间是干呐，皇帝遐的时间这是时间哦，因为。中国只有一条龙嘛，对不对？这一条龙才是真的是时间的龙主持的。因为有自我以为中心的根深蒂固文化，全宇宙都围着它转，只有它是文明先进的大国。吃饭用筷子，对不对？全世界那些不文明的国家都用手吃饭呢，用刀叉吃饭呢，连吃一顿饭都要拿刀拿叉，很不文明。对不对？其实用筷子吃饭才不文明。为什么？因为用筷子吃饭不用担心你手有没有干净啊，你身上干不干净关吃饭没有关系啊。用手吃饭 的国家，每一个人手都很干净，对不对？不干净吃了就完蛋啦、所以中国人不文明，不要搞错了，用手吃饭的才文明，对不对？他要干净才能拿手来吃嘛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因为你手不干净，所以才要用筷子吃饭嘛，很简单的道理嘛，对不对？那些用手吃饭的人没有绝种，就是因为他们干净。中国人要用筷子吃饭不绝种，就是因为他们筷子干净，身上干不干净没有关系。外国人为什么用刀叉吃饭？他吃肉的啊，没有刀子怎么切？他们有一个观念，我们朋友在一起敌人在一起拿着刀拿着叉在吃饭都不会吵架，那才是文明的，对不对？连拿个筷子吃饭都吵架，那才是不文明的。所以尼克森去访问中国的时候，他看一下说要入境随俗，要用猪吃饭，他奇怪怎么爱用猪吃，那不用刀叉？你敢想用这个木筷子吃饭多惨！免洗筷啊，一天要用几箱？中国大陆有十几亿人呢，一天吃三顿，你看伊要用几箱滴？所以做滴的生意做好诶吼，做好拢袂好人用，尤其24小时生产的机械哦，一直做做拢袂好人用，太大了，用这筷子太凶了，所以中国的树啊拢错去做地啊。你只要去中国，敢捌看到什么大树？所有的大树啊，从古早时代就做地去啊。所以中国无大树啊。因那个个美国进口树啊，进口茶去中国做地，所以茶总叫人错完样。
美国人哦，足钦佩钱啊人用滴，安怎？一届吼，美国一个医生哦，甲咱台湾的一个医生啊，去美国为一个人开脑瘤的手术。伊发现脑内底有一个瘤啊，开起来了，哇！迄个脑瘤唔知要用什么技术甲建起来。咱台湾迄个医生哦，去吼，哎，拿一箱滴啊，专工捏起来。迄个美国医生看一个很昏去，哪有这么简单的啦？伊咧找无技术，通甲这迄个脑瘤甲摕起来。台湾迄个医生讲拿一箱滴，专工捏起来。哦，迄个美国医生哦，从此足钦服哦，才拿滴的。所以吼，牙滴吼，真厉害。安怎？自细汉就训练去牙滴啊，牙到大汉来当然嘛一定厉害。所以吼，牙滴吼，唔是上清气啊，就是因为你的手垃圾才都要用滴哦。用手食饭的遐手拢足清气的，对吧？足简单的道理。其实吼，伊用滴啊，不过上唔是算上厉害啦。伊用枪叫神。用枪才神，为什么？用枪哦，来到台湾，它可以复刑逝世。您不听过讲，多谢总经理喜极了哈，讲一旦拿枪回来，甲当时长讲啊来讲，我要复刑逝世。也教科书顶头讲，甲恁教讲，也当回来复刑逝世啊。那有迄个代志啊？你家己已经死极了，够有法当复刑逝世？吼、哦，这有够厉害！这原来因创造的，复行四世个印滚印迄个钞、迄个邮票啊，来纪念，拿枪回来复行四世，哇，偌厉害！庆祝胜利，其实哈、哦，伊是复行四世，是复行这个人的事了。这个人是安藤利吉，台湾的最后一毒的中毒，19年的。他那时候犯了战争罪，其实那都是他们编的。这个人没有犯罪，他只是服从上级的命令。他可以用关的上海家格，关的家格竟然有很多人扶清化甲致敬。你没想过哪有可能？恁即马关伫个家家，还有毒品好食，迄一定是去用偷袭的，对吧？所以吼、哦，复行逝世，蒋介石就是来行他的事，最后一任总督啊。所以吼、哦，这个人啊，这个人号称讲民族的救星有无？世界伟人对吧？啊，民族救星呐，死去了，啊，迄个民族的呐，没有救啊，对不对？就简单的道理，复行逝世，复行逝世三周年纪念哦。哦，伊阵死的时候我偌爱国，你知不知？我去遐排3点外钟啊，见伊最后一面。哦，咱家吼，完了真侪人去排。迄阵啊吼，我感觉这民族的救星叫侥幸，吼，实在是足可怜的。世界伟人叫死啊！世界完了无救啊！哦，迄阵我伤心个呢。哦，迄阵我真正做爱国个呢。不过哈、哦，愚蠢的教育哈、哦，总是会这样嘛。你知影这个人什么人？不要被骗了啦！这两个外号叫孙大炮。啊、哦！您今晚四 G 的手机就方便了，马上上网查一下“孙大炮”三个字就是他的外号。啊、哦，他这张照片哦，是在偷渡美国的时候被抓。被抓的时候，他说啊：“哎，我出生在檀香山的啦。”美国人很老实，相信他的话啊、哦。你檀香山出生的，那你是美国人。然后他说：“是是是。”所以在1905年的时候加入美国籍。啊，他是什么人？美国人啊。加入美国籍当然也是美国人。啊，那时候1905年他就已经变成美国人了。
所以美国的林肯总统就派伊回去管中国啊，无推翻满清政府，所以用三民主义。三民主义是不是跟林肯总统的民有、民治、民享同款意思？同款。所以他是美国人嘛？中国什么人在管的？美国人管的。连咱台湾人也是美国人在管啊，真清楚嘛。最近叫马英九去纳税啊，无？这美国人没有什么好疑义的。这是抓到的时候，他签的文件啊，偷渡到美国抓到的时候，这移民局公布的档案哦。这是美国的独立宣言。政府的权力来自人民，目的是保障人民的自然权利。如果一旦政府啊不履行职责，侵犯人民的权利，人民就有权起来革命或改变推翻它。这就是清朝政府被推翻的原因了。伊伫美国听到这个独立宣言，吼，紧等于推翻中国，对不对？美国人推翻中国政府，要推翻一个政府哦，你爱有武器呢，吼，你空手白纸，等于是无法度的呢。啊，佫爱有别个国家甲你斗相共。美国迄阵独立的时阵，爱有法国、荷兰甲斗相共，才独立的起来。中国啊，要独立起来无？要推翻清朝，嘛爱有人甲斗相共呢？啊，美国甲斗相共，啊，日本甲斗相共呢？所以吼，孙中山才有法当推翻清朝。伊迄阵啊，写一张批啊，和大卫首相伯爵吼，大卫伯爵首相写一张是密函咯，写给日本的首相，讲啊，你应该帮助支那，帮助支那吼革命。这张批里底吼，拢总写29拜支那，他自称支那，所以吼，叫伊支那吼，叫支那人无虾米歹意，因家己都感觉因是支那，还是甲最近来啊，嘿奇怪，那日本人咧叫因支那，敢那好像是死那，所以吼，因感觉反感，啊无较早支那是足光荣的呢，支那人吼，这个死那。支那哈，就是跟瓷器同款嘛，对吧？瓷器哈，足水，对不对？水无当紧哈，足好势。唔过摆出去啥，轻者就破，很脆弱，光漂亮没有用。支那人的个性哦，跟瓷器完全同款，表面很漂亮。但是很脆弱，他们的诚信呢、啊，跟历史、跟瓷器嘛，赶快一锵就破了，不能够检验，因为历史哈、哦、一检验就破了，他们的信用哈、哦、一检验就破了，所有跟人家签的条约，通通是不平等的条约，所以他们都不守条约，啊、哦。这个这张批里底哈，也写得足清楚哟。这张批里底哈，古早孙中山进前啊，他们写的书信、条约，通通没有标点符号哦，对不对？标点符号是到尾啊来才有标点符号的。较早的文字哪有什么标点符号？所以啊，你跟他签约了啊，标点符号在一点，你卖给我土地嘛。然后签到最后变成我没有卖你哦，我只有收你的钱而已，没有卖你。啊，喏，标点符号在一点，所以点到尾啊，你拢永远输了。所以全世界改条订契约了吼，其他人唔爱咧收哦。所以外国人有巧啊，因阿伯甲你拍契约吼，足简单呢。所有的跳跃契约订完了，最后一条。此约以英文为准，以德文为准，以法文为准，以日文为准，就是不以中文为准。安尼有简单无？所以吼、哦，契约爱也要拍，拍到尾啊，唔能要变你个，知无？所以这就是呢，因为文章吼、哦，为左边看，为正边看，拢会通；为下骹看，为顶头看，拢会通。所以吼、哦，你该拍契约文书的，
所以咱该拍起哦，上尾啊一条以英文为准，安尼就赢，知无？知无？一下呀，吉纳，大卫伯爵首相阁下，却为何今日日本哈一柱支那革新，以救东亚为举，好不好？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，以惠日本工商啊。所以现在这点配合日本首相的准好，安尼我给你倒三讲。啊，唔过吼，革命成功以后他就不承认了，为什么？我顶头无标点符号呢？我要开放全国工商哦，那是开放全世界啦。点也点唔到所在了啊，所以就会改变。规张批吼，写29摆钱呐。瓷器的优点哦，就是吼很容易清洗哦，水一冲就干净了。那么种族清洗嘛是同款的，蒙古来要清洗汉人，安怎清洗？很简单，砍头，对不对？很简单的。蒙古人呢，一到中原以后，先杀屠城，把城通通屠光。满洲人呢，一入关以后呢，赶快屠城，简单嘛。所以要种族清洗啊，很简单哈。吉纳人哈，因烧麦唔捌输嘛，对吧？烧怕唔捌赢，对不对？你若盖烧麦哈，温美输伊。该烧钱嘛，全输伊。你只要该烧拍头啊，真啊人哦，惊烧拍，拍拢拍输，也唔要拍赢啊。所以吼、哦，因个国足简单嘞无，全世界若拍赢伊了，就变伊个国啊，无。所以大定咧换朝代无，大唐帝国、大汉帝国、大辽帝国、大金帝国、大元帝国、大清帝国、大明帝国、大汉帝国，有倒一个是大中国？所以哦，朝代。干判赢了，就变外调台啊！这是倒位恁知影无？足简单啊！其实吼，这叫做欧亚大陆了。因拢甲恁教啥？教这是大陆。世界上没有人在讲大陆哈。下面有这欧亚大陆。这个不叫做中国大陆，也不叫做大陆哈。所有地球上的大陆哈，只要超过格陵兰岛的哈，都叫做大陆。以前哈有四个大陆，有欧亚非大陆、南北美洲大陆，还有南极洲大陆、澳大利亚大陆，四个大陆。啊，因为啊，南北美洲被巴拿马运河给割开了，有没有？就变成两个大陆啦，啊，苏黎世运河把非洲割开了，所以变成六个大陆。所以全世界现在有六个大陆，啊，大陆只是一个地理学的名词啊，没人在讲大陆诶，全世界哈，人都是怎么叫？哦，非洲叫 Africa 哈，就是非洲，没有加大陆啊 ，America。是美洲，哦 ，America 不是指美国 ，America 是美洲。如果是美国的话，是 United States 啊。像大洋洲有没有？阿苏这个亚洲，南极洲没有讲大陆的啊、哦。大陆这个名词是大中国沙文主义的用词啊、哦，只有他们中国人呢一直在强调他们大陆。越先进的国家越亮，有没有？越先进的城市越亮，有没有？在上海啊、香港、东京啊，哦，在日本啊，拢足光的无？在北京、上海，在拢沙漠，全世界吼上环保的国家伫遮，有没有？不用电。有环保、啊、哦，这金正恩公哦，嘿，我们不用电了，我们多先进！你看，我们现在已经啊，去年的时候登陆太阳。记者一听哦，哈，
你们登陆太阳了，什么时候上去的？他说齁，我们趁天黑的时候上去的。所以齁，我们来知道，来给你教育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什么是有毒的。有毒的文理文化、信用习惯、历史齁，跟制度有毒齁，不过你不知道，你不了解，你的时候吃毒吃惯习了，你知不知道？才是革命啊，革命你要吃革命的时候，你也不知道那是革命啊。吃三十年了，你才感觉啊，我中毒啊，中革命毒啊，不知道啊。这样，那不跟你讲这是革命啊，你也不知道这是革命啊。主要你吃也一样啊。啊，不过你感觉好革，跟他足毒的。啊，其实革啊，你吃二三十年了，才会感觉破病啊。革齁，在人体里面要潜伏十年到三十年，一直累积累积到你的肾脏才会中毒。所以齁，革其实没有什么毒啦，吃三十年你大概也快革屁了啦，所以不算毒啦。真正的毒齁，是在文化文字。人家啊，革那中毒齁，要将土挖掉哦，才会当除那个镉污染呢、啊，他如果中毒啊，是慢慢慢慢的病死而已了，不会很严重了。但是哈、哦，这吉纳这有毒的文化哈、哦，给你讨几千年啊，你无感觉有毒？安怎讨？唔好的代志哦，拢甲查某人有关系。你锂电梯大家病了就知。跟女孩子在一起的没有一个是好事。比如说这个奴啦、啊、这个肩啦、啊、这个腰啦、啊、仓啦、啊、尤其女孩子越多越惨，这样这一定是奸人。所以跟女孩子的没有一个是好事哦。你说这个好啊，这个啊，这个是好啊，哦，这个很好啦，唯一一个好字啊。你敢想看卖？只有跟孩子在一起才会好，跟男孩子在一起才好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哈、哦，这个也是坏字，没有一个好字哦。因为什么？因为创造文理的时候呢，女孩子通通是有毒的，所以他造字的时候，女孩子就是有毒的。啊，这有毒啊！你们用了几千年了，没有觉得毒了，因为已经很高兴啊，很爽啊，吃毒已经吃成习惯了，你知道？安非他命没有打很痛苦呢。你嘛感觉讲吼、哦，这字足水啊，每一字写起拢足水的啊，敢那艺术品呢，对不对？伊围起来鸟啊，当然嘛那艺术品；围起来马嘛，当然嘛那艺术品，当然嘛水。这跟女孩子在一起的字，两百几字啊。无一字好字啊！尤其啊，女孩子昏了头啊，才会结婚，有没有？啊，女孩子要拿着扫把才会成为妇人，有没有？只有生的才会姓啊，有没有？这有哪一个是好字？尤其啊，女孩子要越少越妙。啊，奇怪，怎么不会绝种呢？中国人还特别多人，很奇怪，他们一定不守规矩，对不对？不守这个女人越少越妙的规矩。尤其那个诗有没有？中国人作诗啊，要从寺庙里的讲出来的话才是诗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有毒的原料，都刚才革命有没有？革命住开，你看了吗？没有，很干净啊。但是啊，有毒你不知道。女孩子啊，要在房子里面哦。中国这个社会看多惨呢、啊。只要出了门哦，你就不安全了啦。啊，这个社会根本多人哎。所以哦，中国这个社会是很痛苦的一个社会呢。女孩子根本不能出门，一出门就不安全了。你吼爱捌得清楚，爱阁了解艺术，衫唔头乌白穿，即若穿真个
在香港吼，你是去用救去；在台湾可能也较无要紧吼。这在香港的意思足明的呢，所以哦，爱知影意思。啊，有卖的人爱小个讲者，哦，鸡肉很好吃，衣服不要乱穿。安怎读法？恁出世的时阵，哎，你姓猪的啊，对不对？你姓狗的啊，姓鸡的，姓牛的啊。咱敢袂使信天上的星座？水瓶座、金牛座，敢唔好？一定爱姓猪、姓狗、姓鸡。啊，你嘛足爽的呢？哦，你姓猪的哦，较大我三岁。因为恁已经读到无感无觉啊，你知唔知？要嫁个吼，我感觉做公营的吼，第一很好啊，吃饱睡，睡饱吃，整天都有得吃。你一定爱做动物吗？爱做禽兽吗？干那讲上好诶，做即尾龙呢？吼，那拄着龙年哦，吼，要紧生一个龙囝龙女诶。拜托，你生出龙，你敢会做龙？龙干那一尾呢？对不对？皇帝生的囝，才会使叫龙子龙孙呢。你生啊，你若伫龙年生啊，你甲何做龙啊囝？皇帝个个拖一抬头，对不对？足简单诶道理啊。所以古早时代，啥物龙的传人，只有我的儿子曾叫龙的传人呢、啊。你叫龙凤酒店，犯了欺君之罪，我若要办你啊，抓去砍头，对不对？足简单诶代志啊。皇帝看伊的心情，嘿，我要爬龙凤酒店那个小姐、那个妹妹啊，没有犯欺君之罪，我要买你的酒，足简单的道理啊。所以是皇帝人治的社会，啊，这样哈，咱唔通去做禽兽啊。人个即马个咧拄着哦，你姓狗的较大我三岁哦，姓牛的较小我两岁哦，卖安尼比啊，迄个做地沟牛吼，卖去做啊，做几落千年去啊哈。咱吼做水瓶座，做金牛座，做天上的巨星，这毋是真好，对不对？叫猪啊教大汉吼，咱毋通变做猪去吼，这猪吼，甲咱教到毒几落千年吼，毒甲咱拢惯势啊。这鱼啊，中国里的鱼啊，每一种鱼啊，这拢总共七十二尾鱼啊。这鱼你若熟悉完吼，吼你变鱼的专家呢。美国人若讲鱼啊，讲费事一字尔。足简单嘞，啊！我其他描写什么鱼就好啊，那就搁捌遮侪字啦。遮个字捌完吼，鱼啊，我伫遮已经袂新鲜啦。遮拢有毒个，遮大桶个毒吼，地沟油啊，嘛已经食几落十吨啊，敢那无毒啊？无买大桶个，搁唔甘愿？安怎？大桶个较俗啊，会当用较久啊。真正吼毒吼，咱咧食无感觉毒。中国人讲的话无，嘛无一句好话。只要言字部的吼，我那两百几字嘛无一字好话，对不对？中国人嘛无咧讲好话，话出口的吼，言字部的嘛无这，没有一个好字哦。唯一有财产哦，讲这里上好字啦，吼、哦，这里最近上最人用。哦，这里有赞无？哦 ，Facebook 电脑赞赞赞，你得去了哇！这里嘛歹话呢，安怎讲？你要敌人的好话啊，爱先两摆用钱买人的好话，对不对？安尼这句话敢好话？安尼有简单无？因为你看就知影，先爱用两摆用钱敢买话哦，这句话嘛歹话。你要敌人的恶咧，爱用先钱忙买。所以哦，因无咧讲好话啊，即个拢是有毒的原料。我定来咧讲有毒的原料，讲哦，咱圣经有毒哦。一个顶级的学员甲讲，你哪会使讲圣经有毒的？啊，其实吼、哦，圣经有毒是中文的文字有毒啦。即就刚刚讲，你迄个米格米啊，煮起来饭都一定有毒的嘛。人本来圣经的外文、外文啊，没有毒咧。反作中文来就有毒啊，就是伫遮。圣经内底是无教你友好呢，圣经内底教你讲爱你的父母呢，对不对？翻来个中文了变哪啦？你要孝顺你的父母呢，
所以这就是毒。这中文啊，这十二字啊，十二字你若熟悉啊，会晓读这十二字啊，你就会晓读千五字啊。安怎讲？因为这字啊，拢总有198字共音。这里有119字，这里有144字，这里151字，这些倒起来拢总1500字，拢共，拢会使会晓啊。你若会晓读这十二字，会晓读1500字啊。其他共音的几十字的，还佫太多过哦。你若敢讲啊，我是姓余啊，我姓余，你爱讲解释讲我是甲余天共姓的余啦，对不对？啊，无人毋知影讲你倒一个鱼啊，还是剩下来的那个鱼？你若讲讲我叫做阿西，你爱讲解释讲东西南北的西啦。啊，无人解释讲你溪水的溪。所以哦，你足歹解释。啊，若英语也足简单呢 ，JACK Jackie 就是我。啊，那么简单，拼起来连解释都不用。所以哦，爱学英语，英语才26字呢。很简单的好，拆开咱每一个人，大家拢捌，有简单无？困难的是干那个倒倒阵尔嘛，啊，若要倒这個，搁较困难，对嘛？迄是因为咱自细汉开始学这，感觉干那中文较简单，英文较困难。其实是英文上简单哦，这上困难。只那问你困难到啥程度？这样足歹学，使用足无方便呢。你自细汉吼，拢咧练习啥？抄抄写写啦，辨识生字啦，造词造句啦。学到大学，嘛袂晓做诗。这种长时间高代价的学习嘛，一般人根本负担袂起。所以较早咱的祖先啊啦，无钱通学啊，拢嘛文盲。到1949年的时候，那个八成拢文盲哦。啊，即个咱祖先拢文盲，啊，恁的祖谱位倒来？拢遐捌字的遐替恁祖先写，吼、哦！哎，拢甲恁写讲吼，恁的祖公为长山来的啦，对不对？哦，恁的长山公住伫倒位啦？夏天人甲屯淡水边有去中国找祖无？啊，有找到无？卖戆啊！哈、哦！中文我偌歹学啦，干那电脑吼要甲输入吼。拢总有这几种输入法第一种注音输入法、仓颉输入法、老书形声形音中文输入法、输数仓颉输入法、库哥脑层输入法、大新仓颉输入法、脑行列输入法、大意输入法、无小米输入法、自然输入法，还有一个汉音输入法。哦，这念个完吼，嘴都已经酸啊。英文干那一种输入法尔，26字尔，啊你唔学要学这個？哦，这真困难呢，这还未完哦，这呢有的字还佫爱用造字的呢。我游戏坤的坤讲爱造字啦，啊，你佮看偌困难啦，偌歹学的文化，这么歹学的文化，这西夏的文字，每一字无一字捌，淘汰去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唔是爱淘汰？应该淘汰。有简单无？26字呢，吼，凊彩倒拢有字。足简单嘞，爱学这啦，哦，咱这西夏文字，每一字拢看起来敢那足简单、足水的，无甲一字捌，这字无甲一字捌咯。较早可能我那有真正四粒日头哇，四工、三工、两工，这冰冻一个庄啊。你若住这庄，你是要哪共解释讲我住伫这庄？啊，无我是到底住伫倒一庄？顶期一个学生就甲我讲，这叫做嗲米跳米啦，嗲米甲跳米啦。啊，你要哪共讲？哦，我住伫嗲米跳米庄。连你写批给人，你都唔知影要写批写伫倒一庄啊？所以有够歹学的字啦，这还阁好哦，阁有个什么住咧环保村啦，环保的啦，有无？啊，阁什么？吼、哦，迄名实在足歹听吼、哦。咱若唔住较好听的所在，咱就爱住这样、个。
有够歹学的文字啦，所以真啊人玩得够巧啊。即马有诶简体字喔，繁体字甲淘汰，所以共产党咧进步呢，国民党唔进步，所以也输，对吧？人因古早偌先进，恁即马讲恁咧三 P、三 P、四 P、五 P、六 P 啊，人因古早时代人因都有四 P 啊，不简单无？对不对？四 P 人因古早时代就有啊。这清楚无？古早时代可能真正有十粒日头无？因写到剩四粒无？最后写到剩一粒无？可能是真正的款。所以哦，这歹学的文字啊，卖学啊，知道？阿伯，然后才因这这四批的哈，这四家股唔知变哪读。所以吼，有毒的文化，结果我一个查资料，这什么字啊？讲到这见效草，全株有小毒，接触过多会眉毛稀疏了。我才知影讲，我现在眉毛稀疏，我细汉最爱生这见效草，都是安尼只眉毛稀疏的款。所以吼，有时毒吼，而且我了解一下，伊嘛甲咱讲这样。讲咱台语吼，甲河洛话啊，用这八只动物吼，都会当带落啊，所有的音拢会当带，哇！狮吼、爸比、狗狗、像落个，甲咱教讲吼，这台语用这八音拢会当带落，河洛话啊，这八音拢会当带落。咱用别行的敢袂使，都要用禽兽。所以吼，有毒的文化吼，甲你毒啊吼，咱拢感觉敢那足光荣的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阿香啊，甲阿芳啊，带阿香啊去香港买香真芳，这是台语好听哦，河洛话较好听哦。啊，你若讲北京话，河洛普通话讲会安怎讲？阿香和阿香跟阿香去香港买的香真香，迄毋知要香到哪里去啊？外国人敢会晓？要学有够歹学的，你知不知？啊！那咱台语念起来好听，因为咱台语有背音嘛，所以咱台语唱歌好听，你知道吗？哦，台语唱歌好听，比北京语就是安尼。因北京话安怎五音不全嘛，对吧？五音不全，所以唱歌不好听啊。唔过人因龙的传人个唱歌最好听的哇。所以吼，歹文化要淘汰啊。再。动物有无？牛、马、羊、猪啊，啊，鸡啊、鸭啊、鸟啊，这较早拢野生的嘛，对不对？野生的哦，你要甲杀，要甲迄落爱去拍啦，人类食巧，甲你掠回来了，甲你驯化，驯化了吼，牛你都甲我勒残，马互我骑，羊互我食，啊，这鸡啊、鸭拢互我饲咧吼，拢会当互我享受啊。啊！恁捌想过？啊！那野人呢？野人咩啦？野人嘛是爱个驯化，爱个征服啊！啊！吉那只野人安怎征服？吉那只野人较早荒地啊，足简单呢。教恁读册啊！龙子龙孙哦，伊读的册绝对甲你读的册完全无同款，对不对？龙子龙孙读什么册？伊读帝王学、牧民学。啊，那恁呢？恁啊，爱读孝顺、二十四孝、三字经、四书五经、儒家思想。啊，恁在变，在驯化，知道吧？皇帝读牧民。帝王学啊，阿弟呢？他二十四孝，对吧？这个呀，舜啊，吼、啊哦，一阵讲啊，这禅让我贤明的皇帝，他孝感动天。你立禅的时候呢、啊，有大象、有鸟啊，甲斗三公，这是不是白菜味？皇帝家己讲，伊是孝感动天呐、啊。
恁即阵啊来看犁田的嘛，知影牛咧甲你斗犁田啊，白灵犀咧甲你斗犁田啊，有无？安尼就孝感动天啊！这皇帝讲的话吼，爱小惊一下吼，怀疑一下哈。啊，这个皇帝更加伟大，医生开药啊，给恁老母吃，吼，医生试看有毒无？医生开给恁老母的药，你会先试看卖未？所以这个皇帝吼，嘛是咧给恁骗的。慈子痛心，这曾生呢，讲哦，伊夹枕头啊，因老母心就疼。拜托个，你夹等于看恁老母会知未？这骗的啊！你唔通像伊遐戆哦，夹枕头啊，大哥大卡就卡就好啊。哦，即马大哥大足方便呢。哦，卖像伊遐戆夹枕头啊，单衣顺母了。恁老母会叫你穿较薄的吗？会惊你寒吗？恁老母一定叫你穿较少的哈，出去唔当感冒。卖身葬父，善到迄个程度，爱卖家己的身。正经讲的，你若遐善哦，路边挖一空就抬落来啦，唔免卖啦。所以这嘛拢在甲你骗的呢。你知道领导拜神主牌啊，为得来，为这丁兰呐。丁兰因老爸过身的时候去溪仔内底捡一块茶，写因老爸的名，安尼就是孝子啊了。卧冰求鲤啦！你即卖连冷冻库的摕出来鱼啊，你要食你就困难了，爱先解冻哦。枯竹生笋啊，梦中就讲为这个人来，是不是？靠的当生笋啊，你用放尿的不是较紧？所以这吼、哦，恁笑笑的，你唔能真正做呢。吼、哦，这24孝，人因感觉还无够，即马教啥？36孝，有无？去测量看，即马拢36孝，那台湾那创只假啊！他真正是叫你要孝顺皇帝的，知道吗？你老爸老母呢？要爱他，你不要孝顺他。哦，你老爸要吃安慰他命，好，我孝顺你，我来咔咔大罐啊！你要爱你的父母，不要孝顺你的父母啊、哦！你这样哈，拢笑笑的好哈，你唔能真正去做哈。伊甲你讲啥？爱读《三字经》有无？爱读45经啊，要儒学啊，啊不高呢？爱读啥？我、哦、五伦啊，十义、四维、八德、三达德啦。读到尾啊，讲安怎？女子无才便是德啦。所以哦，爱给您驯化，知道吗？驯化成啥？成为龙的传人。这。孙子兵法无，哦，孔明偌敖战争的无，外国人一个研究员啊，讲啊啦，孙子兵法36计拢骗的，瞒天过海啦，围魏救赵，借刀杀人，声东击西，隔岸观火，趁火打劫，以逸待劳，无中生有，暗度陈仓，所有拢骗，每一计拢骗的。外国人研究员讲安怎？那甲中国人战争吼，免了便宜着啊，就赢啦。那着什么战？伊咧讲啥拢卖信哩，就赢。安尼简单无？所以讲《孙子兵法》吼，拢咧骗的。讲伊偌敖战争，就是敖骗嘛。啊、哦，天良哦，伊就知影这。吉纳的文化是有毒的文化，足歹的文化，所以吼，吉纳的文化拢要甲毁掉。安怎毁？足简单嘞，伊上爱邓英啊。哦，这個、乾隆皇帝偌敖邓英来嘞，所以欣赏过的图啊，拢邓一条有无？乾隆御赏，恁捌想过无？
蒙娜丽莎的微笑拿去中国展览，会变安怎？乾隆御赏。伊就是要甲你毁掉啦，知无？每一个看过这幅图，水的吼，拢断一条音啊！吼，我嘛足想要来断一条的，故宫遐拢摕出来断，啊，你甲想想，真奈文化奈遮歹哈，所有水的物件拢断一条音啊！啊，你甲想看卖，音呐唔断喺后壁哈，后壁敢袂使断？后壁遐看在你等，啊！你若唔等喺后壁，那一定爱等喺头前。目的就是啥？要甲你毁掉。这遮歹文化爱甲毁掉，知无？这烂的文化、刻印的文化爱甲你毁掉。遮个人拢足想要等的呢。哦，孙逸仙呐、啊、蒋介石、蒋经国、毛泽东、邓小平、温家宝啊、习近平、李登辉、陈水扁、马英九拢足想要等的有无？连我嘛想要等。啊，那就安尼。看这种烂的文化，你敢想？好佳哉，这幅图无来中国展览啊！啊，展览来只甲你当一个菜呐吼，啊，只甲你当一个马英九，啊，只当一个李登辉，只个当一个，这幅图敢有效益？这人作者吼，连签名签在边啊，都惊人看到呢，惊影响这幅图的水呢。啊，这画到遮水的，买遮好的人，安尼甲你当因啊？但是到底是咧欣赏因啊，咧欣赏图啊？人是人为的图，画到足水的，啊，就是要甲你毁掉。因啊，甲你当啊足济，当到你吼、哦，这乾隆御赏，这样我一摆要去领钱啊，赚唔到因啊去银行领钱。唔好我念，都唔好我念。哦，我个等一厝变所有音啊，总变出来，你知影？我拢炸去，总等。伊讲袂使，唔是迄粒啦。我问伊讲哦，啊无遐个钱是到底我的，还是迄条音来的？伊讲迄条音来的啦，你有法度？我讲这个钱我袂念，啊无爱让我那音来，这个念足奇怪呢。伊讲啊，你都无炸迄条音来。我讲我用签名，噶袂使，我人到啊呢，我本人呢，遐钱我的呢，啊袂使呢，吼，用袂使，你话可怜无？你千万唔通留喺迄个簿啊顶头，人有十外粒呢，你若留十外粒，爱摘十外粒去尿。看这种文化，我讲到底哈、啊，这钱是要我念无？好了，你改换印件了，换印件证明了。看可怜嘛，讲遐钱是我迄条因来的啦。看这种文化哈，是安那真啊人一直无承认甲外国人订的契约，因为外国人无咧当因来啦，对不对？外国人是用签名的啦，所以甲因订的契约，恁每一个拢无当因啊，无承认，足简单的道理。第上甲因拍契约，拢是不平等条约。啊呐，每一个拢占我的便宜，因为恁拢翻嘛。不管是在林烟、谭烟之盟啦、绍兴和议啦、南京条约啦、天津条约啦，每一条拢不平等条约，拢恁在翻咧欺负文明人。在林烟之盟安怎讲？伊讲吼，你每年吼爱塑料税银十万两。管二十万匹，不过吼、哦，你爱叫我阿兄，我当年吼、哦，你若送一百万来给我，搁叫你阿祖拢会使啊。你爱人叫你阿兄，所以你爱送钱给人嘛，啊，最后这不平等条约了。这宋朝迄阵啊，跟人签的约，宋朝最出名的是啥？最出名就岳飞甲包青天啦，迄顶三期一个谐音，甲我讲吼，伊去中国佚佗吼，紧问看伊这包青天住伫倒位。真啊人甲讲，无啦，阮
吉娜，那有一个包青天，那有一个包拯，你为何听来？伊讲啊，没有包青天，啊，无这个人是什么人？这个啊，这是中西创作的戏剧啊，好，这包青天连续剧，你唔当就是真正宋朝有这个人哦，宋朝无这一号人物，哦，不要搞错了，这是假的哈。伊讲哦。这一支尚方宝剑呢，会当上斩昏君，下斩财臣，哎嘛是假吼、哦，你们人叫是真呢？唱歌唱歌最好听的无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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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哎嘛是假呢？包青天是河洛人呢，那也要唱北京话啊？河洛洛阳平原就是河洛嘛，啊河洛那也要讲。北京话呢，那也要讲满洲话呢，所以咪是给你搞恁骗的哦。中国吼、哦，自古吼都无宝刀宝剑哈，因为因未晓炼钢，对吧？因所有宝剑拢进口的。安怎讲？因为他们好铁不打钉嘛，对不？好男不当兵嘛，所以他们不会打钢啊，所以他们没有宝刀宝剑。你唔通叫是讲倚天剑、屠龙刀、青龙偃月刀，迄拢真诶呢？迄拢小说，好搞清楚，迄是小说哦，没有倚天剑，没有倚天剑，也没有关公迄支啊，迄拢假。关公迄支刀吼，伊讲安怎？伊讲54克，切顶头下来哦，高关公迄支大刀是54克，啊，你用想诶着？你身躯若排54克，是要安怎战争啊？要安怎杀敌啊？要用54克甲牵吗？对吼、哦，伊毋是讲满洲话的吼，即宋朝、南宋，即较早北宋，即是洛阳平原。洛阳平原即毋是讲北京话，讲河洛话啊。哦这绍兴和议嘛，赶快！绍兴和议啊，南宋急于求和，要重划边界啊、哦，还要送钱去哦。第二条还要称你为皇帝没有关系，但是要在我的下面。每逢我的生日跟元旦，你要遣使来贺，遣使来贺都要炸雷米来呢，不要两串胶来呢，对吧？啊、每年向金国缴纳贡银25万两，去给阿我绢25万匹。从绍兴12年开始，每年春季还要送到。为什么？因为哈、哦，我宋朝跟金朝已经签合约了嘛。啊，你岳飞一日敢唔敢拍？岳飞是你的民族英雄，对不对？我已经跟皇帝签合约签好了、哦、啊！你岳飞一日敢一直给他拍，什么意思？你给他拍一摆，我就叫你赔一摆。所以皇帝足突然的，伊讲，我都跟他签约签好了，你是安那一直敢拍？我下12道的金牌命令，把你调回来。是安那下12道金牌？下第一道命令你不听，下第二道命令你也不听，连下12道命令你才回来。林某呐，卡电话给你卡12摆啊，你还阁唔回电话哦？迄支手机啊，早就讲歹呀。我皇帝呢，下12道的金牌，你也唔回来，所以一定爱抬头的嘛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嘛，吼。讲起来讲，勤快个害死个啊！皇帝那无叫勤快个台，勤快敢个台吗？所以啊、哦，这勤快啊是皇帝的命令呢。哎，皇帝是吃巧呢，皇帝是较早的皇帝的小弟啊，去学金条掠去。因小弟当然嘛足爽的，你甲皇帝掠去，我做皇帝啊，当然嘛，迄个皇帝袂使请回来，请回来我这个皇帝煞变啥？所以岳飞吼，你唔通违反我的意思，知无？因讲这精忠报国，岳飞啊，吼、哦，伊偌真。
卡只偏讲秀精忠报国，那是假的呢，你唔通叫是真的呢。岳飞卡只偏请你是安怎？是因为宋朝的时阵要做兵，拢爱请你。上阶级的兵爱请咧面的，较悬的请咧手的，上官级的请咧卡只偏。安尼哦，你若逃兵一个看就知影你这逃兵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好男不当兵啊！所有的当兵的都是坏男啊，都是烂咖、啊，所以爱恰你，知无？想那因战争的战术，就是这个原因了。其他人战争唔捌战赢，你个想上简单的道理，好男都不当兵。都是一些烂咖在当兵，要见人赢吗？所以其他人战争唔捌赢，就是这个原因。所有的海南都不当兵，精忠报国。精忠报国这个故事是甲清朝的时阵才甲编做戏剧。哦，讲因老母甲车死哩，伫卡只片，还是假啊？哦，岳飞这个人讲神力惊人，能开三百斤的弓，八十之弩，拜师于弓术名家。周同能够左右开弓，这个吉纳有独的文化。你一定要拜名师之下哈，才会出高徒。啊，那安尼迄个爱迪生啊，唔知谁人甲教出来哈。爱迪生可能是迄个丘吉尔甲教出来款哦。啊，还是迄个相对论呢？啊，那这个李那个什么大友，这还拢名师教出来款哦。其他人这文化做不来，你一定要名师才能教出高徒。看偌奇怪，岳飞因老爸死，爱守孝三年。啊！那拜托的，因老母那煞死，啊！因阿公煞死，因阿母煞，因阿妈煞死，啊！唔煞一世人拢咧守孝。这款文化竟然有法度人存在，伊拢总三拜投军，三拜拢失败。啊嘛，烂卡咧做兵当然嘛失败，对无？头一拜投军。因老爸敲伊，等于回乡守孝三年。第二拜投军，战败回乡；第三拜投军啊，越级上书。越级当然要降级啊。岳飞上出名的做这条歌哦，吼，唱个正气凛然啊，足好听。怒发冲冠，凭栏处，潇潇雨歇。太王爷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。三十功名尘与土，八千里路云和月。莫等闲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青康耻犹未雪，臣子恨何时灭？家常居踏破，何难山缺？壮志饥餐胡虏肉。笑谈可饮虎兄怒血，待从头收拾旧山河，朝天阙。足好听啊，对不对？这是咧甲恁骗的啦！岳飞是宋朝的人呢，宋朝拢是河洛人呢。河洛人讲河洛话呢，哪有可能唱北京语？所以这是咧甲恁骗的哈！恁哦 ，Google 一下，在 YouTube 上呢打上《满江红》，迄、那个谢谦所唱的台语的，吼、哦，才会好听，知无？人我叫因洗脑洗到吼，吼、哦，足好听！我甲你讲啦，恁男朋友、恁女朋友咧甲你甜言蜜语的上好听，对不对？
甜言蜜语最好听。问题是骗的无效啊！爱要娶你的才有效呢。甜言蜜语讲讲较侪吼，唔娶你无效。所以啊，勤快咱唔当甲误会，勤快唔是汉奸呢，勤快是服从皇帝的命令呢，是你甲开无皇的命令呢，一直要甲拍。我都已经解好解啊，你搁甲拍，啊你每甲拍一摆，我唔是爱赔一摆。所以吼，这甲开一定爱拖当来抬头。啊，这勤快代皇帝受罪啊，讲我这汉奸有无？这每一个鬼拢爱甲讲讲的。南宋有无？甲金朝、金朝甲南宋是去互相灭去。金朝甲南宋吼，就是去互元朝甲灭去，蒙古人甲灭国的。金朝吼，甲南宋两个本来即马到尾啊，迄阵已经合作一国啊，合作一国了吼，所以叫元朝甲灭国去。元朝甲灭国的时阵，是最后一战，伫个埃门山海战，双方打得火热吼，尸横遍野，嘛尸横海边的，整个海面都是。最后一战打输了以后吼，金朝的皇帝啊，叫伊宰相哀嘞。投海自尽，啊！元朝蒙古人嘛，蒙古人入来了，建立大蒙古国。伊若要保一个人吼，这就是民族英雄无？哦，都画甲做雄壮威武的无？啊，这都汉奸无？獐头鼠目，这都是历史。伊若要贬你的时阵就甲你变作獐头鼠目啊！所以咱台湾的遐原住民，伊若围起来拢安怎？吼，大家拢翘骨的啊！啊，若汉人呢？吼，围起来大家敢那拢雄壮威武的，对吧？足简单的，迄就是历史啊。做兵吼，伫个吉纳来讲吼，是迄个不光荣的呢。叶辉赤字吼，每一个做兵的拢爱赤字啊。即、这个讲国父无，伊嘛讲做较足清楚呀。世界潮流哦，是浩浩荡荡呢，顺之则昌，逆之则亡呢。伊在讲啥？伊就是在讲啊，国际法。你若合国际法哈，你就会昌；你如果逆了国际法，你就会灭亡。清国有灭亡无？恁就是清国灭亡啊！清国是去中华民国取代去呢，继承去呢，他没有灭亡呢，对吗？因为清国他知道有国际法，啊，伊是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哦，临时政府，对吧？啊，下面是国际法，全世界那么世界和平哦，一定要遵照国际法。国际法的铁则就是占领不可以移转主权。为什么？伊拉克我占领了，伊拉克干嘛变成我美国的？阿富汗我占领了，干嘛变成我美国的？没嘛。所以就是占领未使移转主权。那占领会使移转主权吼？哦，强占，一日干拢在战争。我若只要武力比你比你较强，我就甲你占领，你就变我的啊！安尼即马全世界头一半拢变美国啊！因为美国逐年拢在战争啊，阿富汗甲拍落来就变我的啊，伊拉克甲拍落来变我的啊，上好连江吉纳就煞甲拍落来，全世界都几乎拢变我的啊！所以吼，若要世界和平，占领你袂使共移转主权哦，占领来移转主权哦。我武力只要比你美国较强，我就给你个占领。你王政府哦，未使就地合法的，安怎讲？那会使就地合法了，好，才即马中华民国要流亡来美国，就地合法，美国煞变中华民国的，那有可能？对不？较早法国流亡在伦敦，法国流亡政府在伦敦，伦敦未变法国的呢。比利时流亡在伦敦，伦敦嘛未变比利时的呢。韩国流亡在上海的时候，上海嘛未变韩国的呢。
吐蕃流亡政府啊，流亡在德兰沙拉，德兰沙拉嘛未变做吐蕃的呢。哎呀，那个人家，人家讲吼，这西藏流亡政府在印度有没有？还是假哈？人也证明啊，这吐蕃流亡在德兰沙拉，流亡政府啊，只可以流亡在城市啊，未使流亡你的国家还是地区的，对，也使流亡你城市呢。所以中华民国这个流亡政府啊，他怎么称呼？他简称叫中华台北，为什么？他的全名哦，就是中华民国流亡政府在台北，哦，简称中华台北，安尼简单嘛？袂当就对合法啦。所以今嘛无法度流亡在台湾啊嘛。所以今年啊，流亡去双向岩啊，有无？在双向岩升起啊，有无？啊，美国讲安那？美国讲哦，下不为例。下不为例的意思就是讲，击败赛啊，败袂赛啊，对吧？这中华民国的国旗有无？五色旗有无？五色旗主要在1912年的时候取代清国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哇，伊是临时的呢哦。第一任大总统什么人？哎，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是袁世凯啊。这也第一任总统啊，袁世凯公举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。这是伊真正的国旗哈，你唔通就是讲伊那个十二道光芒，迄个是海军军旗。啊，咱定来听咱秘书长讲，叫战争法对无？战争法吼，无这本册哈。你唔通就是讲，只要听的相关课，要来去叫我买一本那战争法，然后来美国买一部战争法回来，没有这部法哈。这一部法律是综合这五个法律哈，这五个合约，这五个判例综合出来判断出来。第一个的是哈，海牙第四公约，全部在说明战争的事情。还有第二条是日内瓦和平公约，第三个是红十字会总会的章程，有关战争的部分。第四个部分是美国陆军总史野战手册，里面有3000多条。第五个部分呢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有关战争的部分的判例。还有惯例，哦，加做开叫做战争法，哦，所以战争法哈，你唔通讲哦，我要找这部战争法回来研究，唔是安尼，你要研究这五种法律哈，才是战争法。啊，这迄阵啊，因中华民国成立的时候，对不？孙逸仙爱个庆祝呢，孙逸仙呢？虽然是说国父啊，其实他那时候不是国父啊，是国民党啊，到台湾来以后才叫人家叫国父啊。中华民国靖国军的军用钞票，哦，中华民国这陆军旗，这中华民国国旗，这个国旗哇，这个是清国的国旗。较早大清帝国是无国旗的呢。大清帝国吼，有这个国旗是因为伊的留学生去美国留学，才发现讲，哎，那全世界逐个国家拢有国旗，干那咱大清帝国无国旗啊。全奏请皇上吼，用这支旗代表大清帝国，是伫1889年的时候，吼，才成为国旗。按照这个，伫1912年啊，取代这支。成为中华民国国旗，我推翻了嘛？啊，这个呢？这个是在1946年哦，来个台湾的时候呢，叫定为国旗，但是定为国旗还没有公布哦，到1954年才公布哦。啊，迄阵已经来个台湾了嘛？啊，来个台湾那我就哪里叫做国旗？叫流亡旗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这是人真正。1949年的时候，就取代这支成为国旗了嘛，对吧？就简单的嘛，继承了嘛。所以因为一个大赛冠了不，都拢继承去啊。韩国的什么青瓦台哇，那个汉城遐的驻韩代表处哇，都继承。双向岩本来就往那边继承，往那边哦，共产党继承去。尾也是参议院吼一个议员给买来。俗俗啊，甲买来，买来了吼，
过几啊年了，才阁用开几啊百万的美金，阁甲买倒转来。孙大炮也民主、民生、民权哦，甲林肯的民有、民治、民享什么同款？林肯那阵啊，伊就讲啊，讲一个政府啊，如果是民有、民治、民享的政府啊，它永远不会消失，啊、哦，所以伊就派孙中山去中国甲推翻啊。这林肯上出名的一个代志就是啥？解放黑奴。哦，你解放黑奴了吼、哦？黑人是很氣的呢，怎麼氣？嘿，我們在那做奴隸的時候，有通好住，有通好吃，有工作通好做，你是怎麼要把我們解放啊？白人更加痛苦，這些美國的白人啊，黑人一解放以後，慘的工作都沒人通做呢，家裡都沒人通好拼呢，我們白人比黑人更加痛苦呢。所以啊，想想欢喜，有一种人很欢喜的，吼、哦，黑人一解放哦，这些龙的传人哦，好高兴哦，马上有工作、啊。为什么？这些龙的传人本来只有服侍一条龙呢，服侍一条龙，四亿人哦，服侍一条龙一定胜于这堆人力耶，马上找到工作。所以这条路，这条歌演奏来唱好无？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，它的名字就叫中国。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，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。巨龙脚底下我成长，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。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，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。也是很好听的，对不对？也是在跟你们骗的啦，有叫你们做龙的传人了不？其实目的是要叫你们做龙的仆人啦，对不对？还是唱到很好听让你们听，那个大男人如果要叫你去做他太太的时候会甜言蜜语嘛，来嫁给我的时候，我用大饼较大的把你带回来，有没有聘金两班、啊、去他们家做奴才吗？你甲介呛声的时阵，伊安怎讲？哦，我大饼换的呢，聘金出的呢。这种大男人，你给会幸福哦。所以吼、哦，唔通去做奴隶呢，唔通去用大饼换聘金。所以吼、哦，唔通去做仆人吼、哦，做龙的传人呢，足忝的。咱所有的国家，全世界，只要打赢中国了，伊就做你的奴隶啊。这些奴隶啊，吼、哦，马上有工作，要坐两个月的船哦，去到美国做奴隶。因讲做好听，讲做华工呢，对不？伊不是讲叫奴隶啊，做华工。哦，华工哦，人家看到知，吼、哦，这很不干净。为什么？这些华工哦，大家拢绑辫子。恁女孩子。稍微想一下，你若绑辫子绑成这样，多久会洗一次头？上盖紧嘛，头一礼拜。啊，那因呢？哪有时间头洗头？做奴隶都无时间啊，哪有时间头洗头？所以这样不干净、不守时、不诚实，就是因的通病。因那坐两个月船去到美国做奴隶哦，去到美国。死六成去，所以因讲哦，六死三老一回头，就是为个咧讲这個，伊唔是讲来台湾遐长沙讲呢，迄是咧甲恁骗的。啥物来台湾的长沙讲讲台湾海峡偌危险的，六死三老一回头，假哦，真正是去美国六死三老一回头，这啊，去澳洲。嘛是咧做奴隶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，伫澳洲嘛是去做奴隶，去做奴隶啊，这爱坐船呢，
连加拿大去铁路啊，嘛叫因去。在加拿大去完了，吼，伊个首席迄个总理啊，佮佮褒奖，讲若无华工的协助哦，太平洋铁路无法如期完成。加拿大的资源啊，无法度通开发。即抵达南非啊，你个想讲个南非是虾米人？南非是黑人的国度呢，连黑人都请得起龙的传人，安尼恁龙的传人有伟大无？黑人是咧工作是咧哦，直接做奴隶哦，连奴隶都有法度请奴隶，安有赞无？请你来奴隶去南非做甘蔗、种甘蔗，请奴隶乌巴拿马运河有无？巴拿马运河了。哦完了，吼、哦！美国做翻译啊，美国营运100年，最近还有巴拿马有无？其他人吼、哦，想想真唔甘愿。巴拿马阮去的呢，那唔是阮咧营运，作去的。结果吼、哦，即嘛，甲尼加拉瓜参详，换好阮甲你起这条运河，换阮来经营。所以派吉那人过去起这条运河偌长，这样签约仪式哦，276km，跨度吼230米至520米，深度230米。你甲想啦，高速公路为台北起到台南，才嘛超这个长度嘛，跨度230米，530米深。爱学偌久，所以吼、哦，努力欠足多，知无？欠甲吼足多吼，无要紧，真啊人足多。食补是足欠，伊讲吼，恁真啊人爱做努力哦，卖出国啊，免出国，免买机票嘛，免准备船票，我甲你落订单就好啊啦，郭台铭。我留订单给你，好、哦，甲做这台，做 iPad 对不对 ？iPhone 啊，我怕我疯啊，才甲做做。郭台铭偌欢喜的对不对？郭台铭比下一个本领，比100万人，我的工厂嚯、哦，一看一望无际，贾博士有叫，没做哪里？啊，唔免买船票啊，嘛唔免买机票，我落订单就好啊，安尼简单嘛，所以赚足侪钱啊。这个王朔讲啊，王朔是中国的一个作家，伊讲吼，说中国人是猪哦，感情上不能接受了，可他妈的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一个事实，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的时候，就光知道埋头赚钱吃饭。谁死了跟自己都没关系，一旦侵害到自己的权利，马上就惨叫，而且还哭得哭天抢地，一个大馒头扔过去他就点起来，还有想低吗？所以王朔这人他说很多事一直都在验证中国人是猪这一个事实，还有简单吗？真清楚吗？这个人你骂咱台湾人哦，不配当猪。我们当然不愿意当猪啊，猪只知道吃饭睡觉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咱才无咧客家做猪咧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卖介计较，哦，做猪吼，还去做得。这样人足好食的，对不对？因讲有满汉全席，对不对？感觉偏好慈禧太后食偌好，食满汉全席。其实吼，满汉全席是这个人创作出来。这个人啊，在李德喜，伊一摆咧相声的时阵吼，吼报这个菜名，报个足精彩。报完吼，人家讲哦，原来你咧报是满汉全席。迄阵啊，才有满汉全席出来。无较早慈禧太后是毋捌食到满汉全席的呢。结果啊，即摆嘛讲就是讲吼，其他人上好食哦。
因有某食甲脏水，无某食甲清腿；有脚食甲楼梯，无脚食甲倒。所以哦，足好食。因若去参观，嗯哦，因就是头一个想到的是啥？这只爱红烧的，这只爱清炖的，无这只爱青菜。去溪仔边看，讲吼，这只足新鲜的，爱用清炖的，要用炊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动物怎么存下？存迄只困无饱，迄只有无？感觉阁有别只？所有的蛇大家无半只，所有的虎嘛大家要完的，存迄只困无饱，变国宝，你知吗？困无饱，你唔知多几只？黑眼圈，迄只无？哎，唔是困无饱吗？所以因足好食，因足好食吼。咱唔爱计较，因他们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嘛，对吧？啊，咱唔通跟同款，有一口饭吃就好呢。你若要要求只有一口饭吃吼，拢来阮兜食，我给你两口饭，安尼有赞无？所以吼，唔爱干那为着一口饭，哦，迄是足无价值的。生意人吼，伊若食饱，拢甲你发阿袂有啊，就是安怎？为着要阁做一摊生意，生意人见面吼，拢讲阿袂食饱，啊见面拢问你食饱未？阿袂哦，阿袂阁来食一摊，才有生意通去做。这钱哪人有？因干那去外国做工课，嘛是干那烦恼钱尔，剩下拢免烦恼，只要有一口饭吃就好了。啊，人家外国人呢，是咧计划讲要安怎用这个食饭的人，对吧？其他人遐多，阿伯，咱都要计划看要安怎用因啦。哦，咱阿伯不爱做的物件，交代给因做就好啊。安怎下订单，知无？下订单就好了啊，哦，不要太麻烦，还拿枪拿刀，不要下订单啊。其他人哦，迄猪哦，痴迷的，你知道？安怎痴迷？你都不管你安怎，你只要等一个馒头粿吼，伊就点起来嘛。唔拿痴迷，耳孔阁臭伊人。安怎讲？你甲讲吼，讲这个啊，中华民国不等于台湾呐，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，伊听无呢，嘛看无呢。我一摆去税关处，我讲啊，明明中华民国不跟台湾就差那么多字，为什么会相等呢？伊讲他相等啦。我问迄个税关处迄个人员，迄个叫蔡姓坚的款，蔡姓坚，你这个蔡姓坚会等于王显杰吗？伊讲不一样啊。我說啊，中华民国会等于台湾？伊讲一样啊。啊，你是不是痴迷个臭鱼人诶？我阁讲安尼。迄，那个英九吼，甲英文颠倒啊，较准、较紧，你知道？较行啊！这个马英九的英九甲英文哦，是不是较哇？嘛才差一字啊！那中华民国跟台湾会相等？哎，啊，因听无呢？哎，啊，是不是臭鱼人甲兼迄，那个？所以吼，哦，因黄种人吼，哦，因搞不清楚。汉满门回状拢黄色的呢。啊，是啊，那一条龙都是满人，啊，都是外族人，汉人都在当那个宦官，都当官呢。汉人偌伟大呢，哇！咱要因迄阵啊，肃咱汉姓汉名的时候嘛，汉人吼，哦，反弹呢。因讲吼，恁遐姓跟阮共姓，啊，恁的祖公都跟阮共祖公啊呢，那会使？阮汉人哪会使甲恁反共祖公？袂使，所以吼，迄阵啊叫皇帝袂使，袂使阁赐因汉姓汉名啊。做汉人，干咱阮才会使，干咱阮才有迄个气力尔。安怎讲？恁虾米人有遐伟大？会当做奴隶，做甲将家己的鸡鸡挂掉？恁谁有遐伟大？干咱阮汉人才有这个伟大啦。阮会发到人《葵花宝典》。对不对？《葵花宝典》练得最成功，当太监，您什么人够发到？
遐个太监每一个拢汉人咯、哦，无一个满人呢，嘛无一个蒙古人呢，对不对？遐个拢汉人呢，啊，拢做官做做大哦，对不对？遐李莲英啊，小李这有无？遐拢做大个官呢，拢犯官呢，他们只要牺牲一样就好了。练《葵花宝典》，必先自宫，安的话，安就会当做做大个官。足简单嘞，咱唔能够甲人争这啦，争这无意思啊！哦，咱那个传宗接代的，这样，这个故事吼，恁话 Google 上去看一看，老鹰跟小鸡的故事。这只老鹰吼，阮朋友啊，同款，伫花莲啊，自细汉饲这只老鹰，饲咧龟条内底，饲咧龟条内底，这只老鹰吼，都袂飞啊哈。你唔通叫是讲，即个老鹰会飞啊？老鹰变袂飞。一摆，阮迄个朋友讲，饲遮久啊，吼，饲四十几年啊，甲掠去放生啊，甲囥在路中，哦，啊，要看伊飞呢，就倒遐看。结果一台车来，驶足紧，将佮弄落啊。啊，伊就想讲，啊，老鹰会飞啊，哪会去互弄死啊？啊，迄个驶车迄个人嘛想讲，啊，老鹰伫遐弄了，一定飞去啊。那也在讲，迄只老鹰袂飞，煞变放食。这只老鹰嘛，同款嘞。这只老鹰饲伫龟条内底吼，大汉了哦吼，煞变成一只鸡了。老鹰跟鸡一起长大，自然而然它就变成一只鸡呢，还是一只被歧视的鸡哦。为什么？所有的鸡都知道是你是老鹰哎。你不知道你是老鹰啊，你以为你是鸡，所以你被歧视了嘛。这只牛嘛，同款呢。这只牛是美国的一只母牛啦，伊名叫米尔克谢克，八岁啊。自细汉吼，甲狗斗阵大汉，食狗饲料，你饲料若无甲囥喺盆内来，伊也唔食哦，无爱食草。他认为他自己是一条狗啦，问题就是出一个吼，伊袂晓吼吼吼，干那会晓猫猫，安尼到底伊是牛啊狗？互狗甲饲大汉，袂变作狗啊？哦，这个李帆的同志啊，李帆什么同志？就是知县啊。使命哦，千古的歌哦，上奏皇帝，上奏皇帝哦是袂使写假的呢，你若写假的，爱在抬头呢，欺君之罪呢，对吧？所以写一点真的嘛，伊只安那写，专台无地非番，啊恁是番啊是番啊，恁只个番实在有够番的呢。专台无地非番哦，啊！恁讲恁汉人，恁龙的传人，恁这番啊是来讲袂听呢？伊讲不清楚哦。专台无地非番哦，伊是咧讲哦，有青番甲雪番啦，主无色的迄就是青的啦，知无？啊！恁这雪番哦，实在是讲袂听。一户受官。该住这个新番献立而来啊！这个新番啊，已经叫我们拍败啊！哇，新番献来啊！而台番醉鱼，讲咱这番实在有雄功啊！一无所图，既无大志，怎么会有大事呢？较早咱台湾看偌好过，偌好过就好啊！出门就落个肉通食啊！种一担稻啊，吃三担啊，所以咱没有什么所图嘛，对不？咱平埔族啊，甲高山族啊，安怎？拍到一只鹿啊，大家斗阵吃，对不？什么原因？因为恁无冰箱嘛，你拍遐大只鹿啊，你一个人吃袂完啊，所以大家斗阵吃嘛，对不？啊，即马有冰箱就袂啊啦，即马原住民吼还阁有啦。平埔族啊，大家拢有冰箱，我抬牛吼，拢甲冰咧冰箱。较早无冰箱呢，
对吧？山地拍来，大家斗阵食，无嘛是变歹去嘛，足简单的道理嘛。所以因原住民吼，好的现象就是啦，免冰箱哦，山地拍来，大家斗阵食，足简单的。啊，今日我拍到，明年换你拍到，后年换伊拍到，所以大家嘛咧食，闹差，免惊无山地肉通食嘛。所以哦，台湾醉鱼。上讲啦，也毋知影讲要春炖炖那牛草，即曼德拉伊讲啊，曼德拉上出名诶黑人，伊知影即种族歧视，种族歧视足严重诶。伊讲诶一句话上重要，教育吼是用来改变世界上强诶武器，即就是为安怎咱爱来上课诶原因啦，知无？爱教育。即系知影讲，咱是安那咧做奴才。伊讲吼，我痛恨种族歧视，因为我认为那很野蛮，很野蛮。不论是来自于黑人还是白人呐、啊，问题是他没有讲到龙的传人呐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感觉黄色也没有种族歧视啊，因为黄色都同一个颜色啊，无差、啊。恁家己嘛感觉无差、啊，黑人、白人。很清楚，一看就知道谁是奴隶。黄色的看不出来。您知道蚊子色盲，他看不出来黄色的嘛？蚊子是色盲，黄色对黄色色盲哦。所以哈、哦，你要防止蚊子哈，你要漆黄色的。啊、哦，这黑蚂蚁跟黄蚂红蚂蚁的故事哦。黑蚂蚁哦，有够骨力的，吼、哦，规世人拢咧拍。拢咧做事啦，拢咧捡个食物啦，等于饲个蜂王、蚁王啊，啊个蚁后喔，蚁后吼，靠的黑蚂蚁捉过来。唔过吼，红蚂蚁捉扁它，足简单呢。我只要把黑蚂蚁哦杀光了，你这些黑蚂蚁啊，通通都会为我服务啊。将黑蚂蚁的体液啊。涂到我的身上，你的后代啊就会以为我是黑蚂蚁啊，终身为我服务。所以红蚂蚁专门来抬黑蚂蚁，蚂蚁目睭是青的呢，他们靠闻那个体味啊。黑人是不青的呢，黑白分明哦，一看就知道啊。不过吼、哦，黄种猪吼、哦。是痴迷的，个臭人诶！对啊，甲恁讲番啊，恁嘛唔信？恁只番啊，讲过较久，恁嘛就是讲恁汉人啊，穿着旗袍说你是汉人。恁知影女孩子穿的旗袍是旗人咧穿诶嘛？唔是汉人呢？旗袍是满洲人在穿的呢。哦，穿起来偌水诶，对不对？曲线玲珑有致啊，穿个足水个拢唔敢脱掉，其实是脱袂落啦，对不？旗袍穿水迄是满洲人呢，唔是汉人呢，哦，讲的话是满洲话，唔是普通话，唔是国语啊。真正汉人讲什么话？讲河洛话，讲客家话，讲广东话，哦，迄才是正汉人。好多人哦，都唔知影家己啊，已经去用灭国去啊！啊，佮你唱大中华有无？来台湾呢，甲恁骗讲，咱拢八九成拢有去开基座，拢长山讲来啊！啊，恁这会烦哦，只要驾拢袂比翻车呢，就是安尼，恁才讲恁拢好骗歹驾，哇！恁拢烦，哎，这祖先呢、啊，讲拢为。从登山来的，结果呢？夏丁丁淡水边等于找工拢有找到，编一票假的，互恁嘛信噶。乾隆啊，23年啊，迄阵啊，令归附的平埔族真法皆变，并实施市民市姓哦。你会记迄阵马家医生来台湾的时候呢？咱这会翻啊，大家拢结辫子呢，绑辫子呢。啊，遐拢讲啊，做汉人呢。其实遐是拢变暴番啦，吼、哦，即个改汉名，头一迄阵八年的时阵，就已经60几万啦，60几万改用汉姓汉名啊。
四十八年的时候，九十几万，所以迄阵几乎所有的拢改做汉名汉姓，村高山庄的啊。今仔人有种族优越感了无？哦，你袂使跟阮共祖公的啦，恁这番袂使跟阮共祖公，番做番得啊，哎，跟阮共祖公哦，就惨啊。干阿棍啊，叫迄宰掉，然后做汉人，知无？阮做汉人是做会起的呢。谁有这伟大？您多少有这伟大？对不对？你想有遐勇敢？下面没有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哦，唔通好介钱，迄亏互因做的啊。即个拢犯官，只要吼、哦、宝贝切掉就会当做官哦，做犯官还做大官哦。上出名的即个高力士啊、仇世良啊。这李莲英啊，小李哲武啊，这拢犯官呢，拢作用的呢，很有勇气的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哦，咱然后参与一下用，这犯官哦。您知道，您今晚咧拜妈祖，迄桥啊，为倒来？妈祖的桥就甲这点同款的，较早。明朝妈祖来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呢？妈祖跟清朝的妈祖是不同人的，你要回去 搞清楚呢。他知道你们台湾人很爱拜慈禧太后，好、哦、跟数一个圣母来给你们拜、哦、现在三个二三个小妈祖的时候，大家都在软脚那什么意思？你要臣服在慈禧太后脚下，顺服一点啊、哦！神明才不爱恁个跪，真正的正神明那我叫你个跪的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道理嘛。所以啊，钱那历史拢在给恁骗。自古早时代，什么皇帝禹汤文武夏商周，这倒一个做中华民国，倒一个做大中国，夏国。三国周朝大秦帝国，为这才开始有秦始皇了。秦始皇为这开始，伊才开始做皇帝呢。较早只拢干那国王尔呢，对不对？大秦帝国、大汉帝国、大明帝国、大魏帝国、大秦帝国、大隋帝国、大唐帝国、大宋帝国、大辽帝国、大金帝国、大元帝国、大明帝国、大清帝国，这倒一个在大中国。所以这历史是拢在写别人的讲的，啊，这个朝代几乎拢外国人呢，干那宋朝啊，这个宋朝啊，较像支那人尔呢。宋朝才是真正是支那人的朝代呢。这个讲秦始皇的王，啊，这个什么人？汉光武的，啊，你有感觉奇怪吗？这两个人哪会敢那兄弟啊？其实呢，这是同一个人啦，因为秦始皇较歹哦，所以话都较好笑了，哇，这同一个人啊，这就是因的历史啊，知道吗？那有可能汉光武甲秦始皇同一个人，星座同款，因为迄画图迄个同人啦，知无？这样，唐玄宗啊，赵泽平啊，啊，这不是我那同人，嘛是同迄个人画啊，这都是历史啦，历史吼。唔通我造假，你若要造假的历史吼，历史就是要迄个见往开来嘛。你没有办法见察以往，怎么会有办法开创未来呢？所以你一定没有未来的啦。所以为什么他的朝代一直在换？人家埃及说五千年，人家埃及现在还是埃及啊，对不对？那迄个哦，阮较早大中国做大唐帝国嘛，唔是，或者大明帝国嘛，唔是，或者大元帝国、大宋帝国、大夏，
都大家拢恁中国，那有遐奇怪？所以啊，人埃及吼，蒙古人袂讲伊是中国人呢，对不？啊，中国人吼，真不要脸。成吉思汗啊，是阮中国人呢，拍去到欧洲呢，那有遐不要脸呢哈？蒙古人吼，拍去到欧洲，那是世界史呢，全世界拢知影呢。蒙古人敢会讲因是中国人？阮遐伟大拍去到欧洲，灭四十几国，阮哪有可能中国人？中国人是阮的奴隶啦，知无？哦，啊，中国人真不要脸，马上往脸上贴金。哦，蒙古人是我们的，那秦始皇嘛。那吼，时间的关系哦，可能唔能够秦始皇讲落，讲落呢，时间的无啥够吼。那呢，讲这条秦始皇焚书坑儒哦。啊，你讲领导的糟粕为炎黄来哦。为皇帝遐就写糟粕啊！啊，结果拢叫秦始皇烧完去啊，哪个有糟粕？哦，恁的炎黄子孙是为倒来，我都想无。较早相才会使写糟粕，皇帝才有糟粕啦。一般人哪有糟粕？对不对？所以哦，卖叫骗你啊！唔通定讲恁是炎黄子孙。不是黄色皮肤的拢同一个祖公吼、哦，真希望哦，伊的钱拢甲开伫长城哦，起较大呢，起较用诶，起万里长城，起这个兵马俑，起这个阿房宫，结果诶，钱拢开伫遐，短短13年就下台了。为什么？国库空虚啊，钱拢开在长城了嘛。你这长城起完了，阿房宫修完，爱屠城啊。因为每一摆战争啊，因无古迹的原因，你这样，哎，战争完了就屠城啊，修城啊，没哪有古迹，所以存万里长城留的哦。万里长城唔是用就用茶起的，才修不起。万里长城，讲一个较简单的，就是围墙啊嘛，对不对？领导的人客来领导参观，你会参观，会出来去参观领导的围墙啊？哦，阮家阮祖公哦，起的围墙啊吼，偌水的呢，偌高的呢，偌长的呢，哪有迄种文化？人客若来领导参观，你爱参观，出来去参观啥？哦，阮家挂一百。蒙娜丽都会微笑，对不对？哦，有一块雕刻偌水嘞！阮家有啥物文化？唔是去参观围墙啊啦，拜托的。恁家围墙啊，起搁较水吼，都围墙啊。人会问你讲，恁家关几个人？是不是啊？哦，恁家万里长城，无恁家到底关几十亿人？所以吼、哦，即个。中国的文化，足歹的文化。咱啊，时间的关系啊，咱今日就上课上到这，谢谢。